准备一些小环节啊，希望有机会用到啊，不然以后也没机会用啦，我都不能 cosplay 世界赛啊。啊？开始喽！我今天就只压滔博，我一定觉得滔博赢啊！哦，进来看到了，把花踩掉！哎呦，采花带大大道，完蛋，头破了，靠腰200滴血打线。哎呦，飞克！哇，扛兵！不要！两等打一等啊，还差点点赢啊！到普攻 Q 到，伤害够吗？倒了啊！要被越人哎！普攻粘到死了，爆开，完蛋了！三线猎打也落后，没了吗 ？T1，哎，没闪 ，Jackie Love 没闪，绑限制，抓到你了 ，Jackie Love 这里被击杀喽！送大兵剑啦，这就是哥哥吗？这就是哥哥的大兵剑吗？礼拜五的 PCS， 所有的选手玩艾希的小心啦，开始严厉审视啊！太神了，水哥！敢真的是年纪吗？如果是丘比，是不是会按得出那个闪呢？哦，这里可以吗？小心被咬，飞克被敲起来了，这里带起很猛。哦，飞克没有再怕，那对面有红 buff 啊，飞克，哎呦，闪现 Q， 哇！我靠，左下角是我这一辈子都触及不到的高度吗？哦，越塔吗？越一个鳄鱼金塔，这里换得掉吗？两段一，哎，导播很乱，切过来，慈母画面大兵剑打中加罗，又是水哥哥，怎么可以这么准？还打到对的人，打到扛卡的，哇，九哥也跳出来了。左下角，靠！左下角前面他妈大概20支香槟哎，我操！还是等下那个赢的跟那个棒球、篮球一样，赢的就直接香槟开喷。哦，宙斯！五 J！哎呦，五 J 好猛哦！有了，找到一个突破口。Later。让鬼杰也要跑，好绝望！打开吧，守不住了，可以吗？推两个，太软啦，根本没有坦度啊！宙斯，23分钟 ，T1， 有喽，加2134，有喽。本台严厉谴责一切种族歧视、仇恨言论、人身攻击、谩骂、侮辱行为，且拒绝色情内容。一旦触犯，马上 ban。严厉谴责，非爱阿里吗？敢不敢拿自己的造型 ？Faker， 阿里，敢不敢用造型 ？Faker， 你玩名人堂，用一下吧。哎，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啊？啊，比赛嘞！好，我们给这台上这三个人掌声，好不好？没有进广告，一直讲。妈的，这里如果是部分老师，早就不播了，西装早丢一边，把老师不干了嘞！要不是我们部分老师，现在妈上面是两个人喽，他应该没在看吧？放屁！还怎么还没休息？哎呦，干，没有用造型，妈的！我花5000块，然后他自己不用，我妈像个傻。我妈问我为什
什么去洗澡前都要去那个洗碗那边洗洗碗巾？我回答我妈，因为我是盘。干，我花那么贵 ，Faker 用一次好不好啊？妈的嘞！完蛋啦 ！Oh no！ 输了，输了！哎呦，预判他的预判，他知道他要拍，用闪现隔山打牛，直接往下飞。Oh no！ 有喽！哎，好久没看到 Faker 玩阿牛，上次玩是去年世界赛吗？哦，阿里这里 ，Faker 来了，空七。哎呦，没吃到啊！哦，不知道。还有吗？哎，上六了，靠北 Faker 六等了 ，Faker！ 哇，这就是 Faker， 阿里本人，名人堂，投给 Faker。没关系，我们 Faker 伟大无需多言，绝不自私，这就是李相赫。好、哦，抓到天了！哇，烧四个！我操，闪现烧！这就是五针！干蓝宝！靠！锁头！内控到！跳！魔痛苦使者！再跳！痛苦使者！这是一个 double kill！ 有喽 ！T1 翻平战局！哎呦，开到了，有喽，拉回来，这里躲一下雅宁，哎呦，主雅宁很聪明，这里把茂凯带回来，有吗？蓝宝烫死一只，烫死两只吗？很烧，哎 ，Q 斩费哦，这里飞狗丢掉一只，这里哥哥也跑不掉了，拿一颗头，阿尼清道，雅宁进场，宙斯，这里拿了一个 S， 哎，有一波吗？有妹，有四把看喽 ，T1， 干，这把的 MVP 应该就是。了吧，其实我有练一下哎、欸，因为我不敢放，我还问我的吉他老师这个要怎么弹。五折，你玩的他这五叔呀哈利呀，五折，这五叔哇是不压力 ，Kimi， No Game Three 来喽。啊！20分钟还是不倒数的，当地时间，我们现在1:52，阿是我们的时间是什么？读书犯法，不犯法、啊，打我犯贱不读书啊？怎么了？打我怎么样？靠，还加时间哦、喔！干，还偷加一秒哦、喔！啊、他也不讲说什么时候开始是谁啊，我一定要坐在这边看是不是。只要他九点还没有开始，我就直接弹吉他。9:01了，吉他。You know, ability to maximize early game. 干，真的要考验我，我恒毅的呢，我恒毅毕业的呢。看来我不拿出我们恒毅的效果。Really on form right now. I'm gonna have to lean. We'll see how things happen. Thanks, man. 我们恒毅吉他社呢？噔噔噔噔。干，怎么都干，重来。我的要求是很高的。唱一下不行啦，没那么屌了。哎、欸，要开始嘞！有喽，开始喽 ！Game three。哦，引过来。Two games in a row。
夸克戴佑要陷入陷阱了，夸克戴佑管到你了，夸克戴佑，这里夸克戴佑被拉到了，抓到了夸克戴佑，打出了个闪现，夸克戴佑爆线喽！And you can see it's one of these situations where you really don't want to level your E fifth. 拉过去，甩掉，左边，左边再打，导播，导播。咬上去了，这咬舔，然后红 buff 有了 owner， 再来再来，照到你了，飙到你了，舔，咬上去有红 buff， 逼闪了，舔，这个飙有中，哎呀，哦，闪退 ，Faker，Faker， 你们的皇帝太强了啦。拿到转播，然后照片真的很累，妈的滚啦！妈的衣服都这样穿了，哎呦，大兵剑中了！旁边太多人了，不行不行，忍住！哦呦喂，干你妈大大家大兵剑都那么准的啊！他又没有说不能偏，啊他也没有说要中立啊！哎、啊，不然我现在帮滔博讲话，你不觉得我这样吗？我干滔博这不亏，我操！这样我不是很假吗？你就已经内心觉得我支持谁了？我现在帮另外一边加油，你不就觉得我在反串他吗？干不就这样？哎，左边现在真的这样子吗？蛮围的、啊，你看我现在这样讲，你就觉得我在那个。啊，左边现在都没有节奏啊！大绝过去，击杀，有了，扛塔出来，往后拉，完美，完美。找个铜牌来都知道，鳄鱼要打正面。好了啦，你以前在台上播报的时候，鳄鱼的不应该要打正面。现在在聊天室，要找个铜牌来。这老师怎么判若两人？打起来！哎呦，把哭泣带回来！呜，这里拉扯，拉扯，拉扯！哇、哦，有了！Jacky Love 鬼抓人，为什么台下的观众可以他妈的这么冷静、啊？台下的观众刚刚还在找水是谁啊？哇，这么嗨，他在找水是谁啊？哇，干！哦，我们不打了，我们不打了，高腰吗？吃地标就这样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哎呦，闪拉！我操，小 K！ 好，不要推了，顶进去，顶进去，不要狙，不要狙，不嘛，不要狙。呜、哦，听牌喽，开盘。九、哦、很难哦，教练啊，不可能！真的假的？飞客疾风剑豪，亚苏！看飞客上次拿亚苏是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比赛也太屌了吧！看到飞客玩亚苏，我平常都是在看一个丑东西玩亚苏。干，有没有觉得撑到3:40很值得？真假啦，刀客来了，不是你不要看，你拜托，干你不要看，你看不懂。我爸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好了啦，你才好好看，好好学嘞，妈的嘞！疾风剑好小，好好看啊！牙术怎么玩？怎么对线？怎么滑？我们一个学一个，我学小术，你学牙术，我们双术合并，两个二术八六，有哦，杨晨，干 ，humor 哦，滑上去，戳。有喂、欸，这个线随便打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扁他扁他，妈的在进野啊，抬他抬他，哎 ，Jacky 了怎么要死了 ？Faker 来了 ，Faker 来了，普攻，拿到一个手塔，甩一甩他一，哎，冷静冷静冷静。一颗头而已，不大惊小怪。哎呦，闪榜哦，发疯啦，小天！哎呦，小天这个很堵哎、欸，绑到大家都飞过去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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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瑞空屌台一个，瑞空，瑞空屌台一个。哎、欸，瑞空大喽，抬起来，压速哎、欸、飞。哎呦，闪现，这里烧三个。亚苏扛起来了，挂个风墙啊！但亚苏好像要倒，抬起来，
这里怎么说团战？亚树再砍一颗头，这里拉扯拉扯，哥哥还在输出，闪 Q， 哥哥的普攻，哎呦滑出去了，这里差亚还在输出，哥哥哥哥，哇这不好像要看 Jackie Love 喽。一个羽毛倒钩闪现左 Q， 这里有光盾，哥哥拿了一个 triple kill， 哥哥再一个普攻，这是一个什么部分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什么夸抓 kill？ 这是一个哥哥的夸抓 kill， 太猛了，哥哥！呀，我准备了一整天，终于被我找到一个机会了，我这个阿咪老师上身，我等很久啊。发票凯瑞会寄给你，不要这样吧，借用一下，妈的讲个夸抓 Q 就要发票，我为了这个抠子俊想破头，到底要怎样才会有趣一点，终于被我抓到机会了， Viking 瑞空有闪欸，屌开一波吗？卧虎上升一下，卧虎上升甩牙，哇抬到抬到哥哥，可以吗？后面的团战还能接吗？锤到飞起来，有了砍树，这里牙树动不了，画个风墙，开花开花开花，又是风墙挡住闪现拍 ，W 一个 double kill， 这里是差亚的，这个头谁啊？这是一个差亚的 triple kill， triple kill， 又用掉一个音效了 ，triple kill， 有喽。羽毛倒钩的爆发可以稳稳拿下，沈波团怎么说？胖两个，抬两个，飞起来，再R两个，瑞空飞回身上，牙柱这里收一个，盾攻出发，这里往前，这里朱女撞到了，哎，一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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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飞可笑了，哥，哭了，太强了！好了，今天刀不打得好。大家好Take the pen and sign this camera right here. 하? 한 번씩 사인을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. 하? 好近哦，好近哦。这个可以抽吗？可以抽奖吗？哦干！哦干，好帅哦！干，这个也太有创意了吧？到底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创意？到底可以抽奖吗？这个可以抽吗？And there you go, Faker and the squad. Oh boy. 要干嘛要干嘛？我刚还闹场哦。哦，好幸福哦，现场的观众。And it's so so another. 他们要把那个放上去哦。昨天我看到 COD 的。干，好帅哦，好中二，好帅。They just keep winning. No news talking about them. I mean, we said they're. 哎呦，干，爸爸，爸爸 ，king the correct frames and keys to put. OK， 我们终于看完了这次的 EWC。我们先谢谢这个主办方，然后谢谢这个塔龙帮我们谈到这次的转播权。谢谢刚刚订阅斗内的观众。一开始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看。因为毕竟这个时间4:30到刚刚都还有接近30,000人在看，你们这样盯着看你们也很累。其实我有准备 Junior 老师的干，可是夸抓 Q 那些太少，我就没放到 Junior。 夸抓 Q 在不会啊，公司自己会去剪啊。这是什么夸抓 Q？ 我那时候也很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要 Triple 还是夸抓还是 Penta， 我那个要第一时间放出来干那个。 我想了很久，但我很怕失忆耶。啊，讲说这样比较有趣啊，干啊！我一直在那边喊 Penta 那些，你会觉得很无聊啊？是不是他们喊一下，你就觉得还不错，就很好笑？好啦，啊，也谢谢这几天送那个小起点跟送订阅的人，有人剪 highlight， 其实听起来效果怎么样啊？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干，我超慌张的，要看 Jackie Love 喽，一个羽毛倒钩闪现左 Q， 这里有光盾，哥哥拿了一个 triple kill， 哥哥再一个普攻，这是一个什么部分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夸抓 kill， 这是一个哥哥的夸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往右边看吗？我在找那个，我在点那个干，哪一个是夸抓？
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这次的 EWC 在这边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大家辛苦了，大家晚安。